of those things, something that need to connect all parties, is the big banks. In Canada, we have five big banks that are supporting the whole economy, help providing, you know, the cash flow, the capitals for business, for residential, for retail. I think they have a say about 我们的新经济、新金融。那有很荣幸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我们银行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白吉布鲁女士，她呢是我们 RBC 银行的 Vice President， 是 Commercial Financial Service 方面的专家。那么我想有请Betty 给我们讲一下，作为银行界的代表。 银行在现在和未来几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经济和新金融，而且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帮助我们的个人能实现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值，请您发表几句。谢谢啊，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圆桌会议 ，Welcome Robert, great PowerPoint， 非常激动听那个王教授的那个演讲哈、啊，讲课吧，好像回到了大学时代那个激情，简直不得了。 您都不用看稿子的哦，或者您根本就没稿子都在脑子里面。这个如果要翻开讲，我在清华大学讲4天的演讲，不用看。谢谢谢谢，那我想我今天被邀请，也是基于一个理论。我经常说，银行是企业的血液哈，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这个理论，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团队呢，主要是帮助企业家，那么在公司的这个开户啊、贷款呢、啊、方面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团队呢，全部都是可以讲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的这些客户经理。那么五大银行里面，其实也只有皇家银行是非常非常注重我们叫 Asian Strategy 这个华人市场的这么一个力量。 然后除了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会说那个中文以外呢，我们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合作伙伴 partners， 那么都有很多会说中文的。那么也就是说，您来到我们这儿，您不管需要什么服务，我们都可以给您找到对应的合作伙伴。那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的 wealth partners 和 private bankers， 那么我们帮您负责公司方面的这些业务和服务。 那么我们的这些 wealth partners 和 private bankers 就帮您管您个人的财富的这些管理。那么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服务，就是给您的这个整体有一个规划，让您如何合理避税，或者怎么样让您的这个流更加的 efficient， 像那个贤总刚刚介绍的，那么。 钱总也 mention 了那个朱先生的那个银行，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提供所有的东西，然后您那儿也没有所有的这个 products and services。 那么提到这个新经济和新金融呢，其实我们银行现在呢有一个这个vision 吧，我可以说是就是要成为一个 digitally enabled relationship bank， 那么我们现在说我们 on the journey， 就是我们在这个路上。那么这个 digitally enabled，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符合王教授讲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也就是说，那么现在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 information based 的这种平台 based 的。那么这个 digitally， 我们怎么样要摒弃以前的这么一个银行的这种系统？ 怎么样去跟这个大环境一起去 move along， 然后帮您更好的去给您的这个企业和个人提供这个银行方面的服务。到了，<笑>再多讲一句，我们还有一个concept 叫 One RBC， 就是除了这些个人的公司的，如果您需要其他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买保险啊，或者需要一些 hedging 啊。 金融买金融衍生工具啊，我们都可以介绍。就所以说，这是一个 one stop shop 的这么一个 concept。感谢Patty的精彩讲演。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会后与Patty呢直接联系。那么我们有了银行的支持，有了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理念，有了 Roberts 给我们 bring fortune and good luck to the market， 有了我们政府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一定会越来越成功。但是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刚才王教授也讲过了，人们都不再做自己的本行了，都在玩金融流，都在玩概念。那如果这样的话，谁来做实业呢？我们中。